四方的院子，高高的墙。阿月，我终于理解了你当时的心情。小姐，回屋里说。怎么了？今早武兆常上街采买，被一个人拦下，他说让您去瑞来客栈找他，我怕是国师的人，就立刻来给您报信了。他若要见我，应该不会让我周折，不是他的人。近来安都危机四伏，你这几日先不要出宫去了。可是那个人说你看了信就会去见他的。知小姐所忧之事，特带来了李池谋反通敌的书信罪证，请小姐亲来悦来客栈，盼为小姐分忧，大封裴彻进上。我就知道小姐会来。那些证据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据我所知，李池是直接与大封韩王书信往来的。那个是老韩王，大封如今的新王是我。裴是我母亲的姓氏，我另有大封的名字，叫完颜彻。大封三皇子。回到王庭之后，我手刃了老韩王和我那几个异母兄长，如今我已是漠北之主。韩王之尊潜入敌国安都，就是为了来给我送书信。我知道小姐与李池有灭门之仇，特来相助。说吧，这些证据书信要我以何交换？小姐说话真让我寒心。那李池和你有灭门之仇，我给小姐报仇是应该的。索要交换，小姐把我想成什么人？那，你要直接给我？直接给你，以报答小姐的救命之恩。此物确实对我颇有注意，但我不想携恩以报，亏欠可汗。这样吧，若是可汗日后但有所需，只要不违背我心中道义，我定倾尽全力。有亏欠才有来往啊！小姐那么怕亏欠我，是不想和我往来吗？我夫君这个人心眼小，思虑多，若是知道我在外面欠了太多人情债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多谢。小姐与国师真是情深意切呀，他那么骄傲一个人，要在乎你高不高兴？他待我自然是最好的。没错，他待你赤诚，可你呢，就那么信不过他？来我这续两句旧情也要跟踪至此啊？你没听我夫人说吗？我这个人心眼小。更何况我们与你之间有什么旧情可续？你一个异国可汗潜入安都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伤他？我自然是不会伤他。我与你这种人不同，我待小姐一腔赤诚。是吗？不过对你，那就未必了。哦对，上次见面我就想说，观国师脸色，怕是活不长了吧。我活一日，便护他一日。哎呀，无所谓，我总归活得比你久。你死之后，我与小姐之间再无阻碍。可汗，不好了，可汗，咱们的人入城的时候让兵马司查到了，他们顺藤摸瓜包围了客栈。
群废物！跟我走吧。可，你给我带死胡同来了。想活命就跟我走。你是不是跟李迟一伙的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这里是安都，不是漠北王庭。除了地面的路，还有地下一条路。地下？我勒个去！哪有洞啊？这不狗洞吗？你走还是不走？我要走一起走，我不欠你人情。追兵马上就到了，得有人坐而引开他们。我干嘛？哎哎哎哎！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吗？我都是为了阿姨。哎呀！怎么舍不得走？我欠你人情，以后会还的。废话这么多。心里一定很得意吧？连我们受苦如今的三刀你也捅得下去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殿下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没错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懂得拿定此意啊！今日姑就来教教你，什么是认命。若是觉得用暴力就可以让我屈服，那你就看错人了。我谢家没有一个软骨头。我不与你生气，这一巴掌就当是我还你的。不过你若胆敢再动旁的心思，当心你阿兄的命。我阿兄果然在你手上。当然在我手上，几十道酷刑下去竟还能喘气。不愧是大禹最年轻的上将军，他的命可真硬啊。果然是你设计杀我全家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你早有猜测对吗？我就知道我的阿英最是聪明，可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一走便是我的登基大典，这局终究是我赢了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的，就是绝不会顺从。若是没有那景子从中作梗，当日你就该嫁给我。等到老东西一死，我便堂堂正正登基为帝。我何必用这些小小手段？其他人也不会死。不会，都是你和那景子的错。
臣。登基大典上，我要你穿上婚服，继续我们未完成的婚礼。查清楚，你露面之后，除了皇宫禁运，李治还封锁了太子府。我想，谢小将军就应该关在此处的地牢里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李治这个人谨慎多疑，可是他不知道这世上有句话，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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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嘴硬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鞭子硬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还敢瞪我？把你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！嘿，是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杀进来的。怎么样，能走吗？走。一个不留。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天乙29年，刺史纳家。马厩、木桶。小枫叶，怎么样啊？没什么，只是桶污水罢了。走。是你，那家的那个孩子？那家嫡子。那几次，当日多谢谢小将军照拂，今日投桃报恩。一会儿会有人运送夜行，将你运出去。请吧。父皇。看在儿臣这么孝顺，日日为您侍疾的份上，您还是不肯将玉玺交给我。父皇这又是何苦呢？早日将玉玺交出来，做太上皇颐养天年不好吗？我不会让你的美梦可成的，朕就算是死了，也不会将大禹江山舍弃，交给你这个畜生，门都没有。可惜父皇只有我一个，等你死了，这江山自然是我。根本不是朕的皇子，你是个贱民野种，你不配，你不配！你果然早就知道，所以才急于纳废刘种，废除于我。朕只恨当初没有直接杀了你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向恭俭礼教，恪守德行，山木后隐瞒了真相，是你多疑狠毒。逼我至此，都是你们逼我的。
把玉玺交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。玉玺，我没有玉玺，我见过去重臣都不会认你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美貌能够做多久，做多久啊！不住手！不住手！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玉玺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玉玺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玉玺，玉玺就藏在一个……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梦，可就人生在其中，怎么